大家好，我是小南，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一台小型计算机就比一个人的计算速度快得多，而超算计算机比全国所有最强大大脑还要快，再往上则是一级超算，指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的超级计算机，被公认为超算界的下一顶皇冠。看着这个百亿亿次数字，是不是都要被吓一跳了？我们都知道，在上一次排名中，美国超级计算机 Summit 抢走了第一的宝座。但仅仅过去一个月，由国防科技大学主要研究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一级原型机，就在国家天津超算中心完成研制并通过验收，运算速度预计可达天河二号十倍以上，达到了每秒百亿亿次。最主要的是，天河三号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包括操作系统，原型机采用飞腾杠2000或其后继产品作为主控 CPU。而且在目前服役的天河杠21超算上，国防科大也已经用自主研发产品替代了国外部件，这就意味着今后天河系列超算也将和神威系列超算一样，彻底告别国外 CPU 或加速器，实现芯片的全国产化。相比上一代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是一个划时代的先进技术作品。天河三号超级计算机核心关键技术上实现了整体自主可控、自主芯片、自主操作系统、自主运行计算环境。今年天河三号验证系统将完成高性能芯片、互联网等关键技术的突破，样机测试稳定后，2020年左右完成整机系统。据中国专家证实，这要比美国科学家最终向世界呈现的百亿亿次以上的超算计算机的时间早一些。而且国产新一代超算既好看又中用，它将有助于解决我国高性能计算能力问题，为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挑战性问题提供不可替代的重要技术手段，预计每年将产生实际经济效益达15亿美元。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